小姐，医生，检查情况怎么样？好消息，通过仔细检查，子宫伤口复原得非常好。这么说，我不用做手术拿掉子宫了？当然，伤口就差一点，确实是个奇迹。啊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接下来你还继续调养，放松心情。对了，对不起，医生。可以帮我先保密吗？保密？你的家人都非常担心你，为什么？自从我受伤之后，我男朋友知道我可能生不了孩子，他对我的感情有所动摇。你现在没事了，正好可以化解他的动摇。人家常说患难见真情，如果他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恢复了而改变对我的态度，那这种感觉又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呢？我想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再看一看。如果他能够及时回头的话，我会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不然，不如早点分手。是这样啊，我懂了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我知道你又会嘲笑，你会说夏以沫，你是不是对扮演天使的角色很上瘾？